我以前一直是个无名小辈，直到我发现了互联网。我的胆魄，我的胆量就仅限于文字。每一个东西都有说法。大家好，我是周曙光，是一个中文网志，是一个网络日志作者。我来自中国湖南长沙，我在这边，我现在在长沙的街头。慢一点。给你的了，啊！如果关键时刻需要的车个袋子，我回来找一下。在车个子里。啊不，莫过来了，莫叫得好，我回再找一下就安全。他朝向了，他朝向了，我找到。嗯，好好。我们都被洗脑了。社会和谐，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。绝对不能听信网上的那个一边倒的舆论。小子们的官是贪污犯，都是贪污了。说一些东西可能会被网友看到，可以这样子吗？你们谁要拆你们的房子，你们知道吗？他们都在这儿，他们这儿有车，面包车。他认为我可能影响危害国家安全。温总理不是刚说的吗？让中国人有尊严的活着吗？不是你们拿出传唤证或者逮捕这儿了。